你今日看着好像跟往常不太一样。不偏不倚，不慌不忙，不期而遇，千丝万绪留下情绪。怎么了？这脚扭了。来，灯给我。不紧不慢，不悔不依。多谢大人。这些尸体都验出了他们曾经中毒，我现在要找出毒源，这样可以顺藤摸瓜找出凶手。大人你看，大人你回来看。你怎么知道这里面藏着东西？他这个伤口从位置方向深浅来看，只能是他自己伤了自己。大人，王芷，你是不是疯了？烦死了，我不是上官芷。看着我清醒一点。公子，你怎么对上官小姐的事儿这么上心啊？难不成你真如灵儿所说那样，也喜欢上官小姐？胡说什么呢？千丝万绪留下几句，不忘花千语。与我的脸目负晴空，与你心灵中的花中。大人早。与我四季与你轻声，与流年去匆匆，与你花前尘封相拥。小心。那个，我是来感谢你的救命之恩的，你这还没包扎呢。不用，我自己来。但是你是因为上官芷，我说潘月，我不是上官芷，我是杨采薇啊。杨采薇为何一看到他的眼睛就总想到你呢？